不行，还是要四圈。我想现在下一圈应该还是有机会，不过基本上他追上这个 Kimi 没有什么用嘛，因为多一分了，因为呢他要再追上前面的这个Jenson Button 的话呢不太可能，因为在圈数上面的话呢，哦，不过很难讲哦，他比他们快半秒一圈了，可是算一算不可能了，不，其实还差好几圈，相当矛盾。那个现在那个 Kimi Raikkonen 跟 Ferrari 的 pit 里面的那工作人员哈，我看看 Schumacher 有没有办法在这一圈的直路上面超，给 Schumacher 超掉，更近一点。哇，你看两个人 ，Kimi Raikkonen， 哇，漂亮，两个人进去。被超了，哇 ，Kimi 还差一点点，后轮抓不住，太漂亮了，哇，今天我跟你讲好不好？你也跑去偷睡觉的人真的是会，会在那边捶胸顿足，没有看到这一个真的是经典的镜头。你看到那这个的话，你就不要怀疑 Kimi 对 McLaren 的忠诚度，你看到没有？人家领薪水是领到今年赛季底的，所以还是。该拿出来还是拿出来，你知道？这刚才是被硬挤啊！你看，哦，你想想看呐，如此的高速之下，这真的是，哇！他的 crew 看到站起来，前面的痞子说：“你看就看，一直在那边拍我的头干嘛？”现在剩下两圈，现在看到 Alonso 还是守了在第二位置。